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这座石库门建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跨越百年的不变初心。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党的一大到二十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党的二十大部署了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要实现二十大擘画的蓝图，必须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它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实践的，它一定要落到行动上，而不是只当作一个口号，一定是要见到实效的。那现在个别党员干部呢，他在理解和执行上是存在偏差的，有的呢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两面人，还有的呢就是机械套用，照抄照搬，甚至脱离实际，走偏走样。那么存在这种现象呢，我们都是要坚决纠正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督促全党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步调一致向前进。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坚决纠正在落实两个维护上存在的温差、落差、偏差，确保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部署、重大举措落到实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然而，仍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认识不到位，甚至存在严重偏差，行动上自然无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人民群众对此反应强烈。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违建及整治不力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如今，凤凰岛二期违建项目已经全部拆除，恢复建设前原貌。然而，它留下的深刻教训却需要汲取。2017年7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该项目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点名批评并责令整改。然而，直到2020年，经过先后三轮督查，凤凰岛二期项目整改工作却一直停滞不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足职责职能，对该项目展开深入调查。专案组呢，牢固树立查办案件从政治问题查起的理念，从它的立项、规划、审批、建设各个环节存在的一些违规违法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单位人员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呢，进行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调查和分析梳理厘清责任。调查发现，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没有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仍然舍不得放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个别人还与相关企业存在利益勾连，导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致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受到严重损害。党中央反复地强调保护好生态环境，我作为市长应该说还是没有认真地贯彻落实，反而搞了变通，打了折扣，积极地推动了凤凰岛的二期建设。自己去之前也知道环保是个重大问题，要好好去整治的，但具体做的时候就没有做到，这个是我自己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说你说做到两个委会，在这方面你就真的是没有具体去执行。王勇2008年至2014年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凤凰岛二期项目是在他任期内启动修建的。佟道池2018年至2021年任三亚市委书记，在他任期内中央整改要求迟迟得不到落实。王勇呢，违规推动填海项目，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佟道池呢，对中央环保督查的整改要求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他们的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了党中央对海南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总书记对海南的批示指示要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2018年4月，党中央作出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赋予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海南期间，多次叮嘱一定要精心呵护海南的生态环境。然而，先后主政三亚的王勇和佟道池却都没有在工作中真正落实。王勇呢，在明知道凤凰岛一期已经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仍然没有这个顾及对环境的这个破坏，同意了这个项目，上马。凤凰岛是一个人工填海造岛项目，一期完成填海工程后，附近海岸线就明显出现了沙滩退化现象。市政府曾请专家团队调研，发现是凤凰岛一期项目造成水流变化，导致岸线侵蚀。到凤凰岛二期立项讨论时，不少干部因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王勇却执意推动。海洋部门提过不同意见，分管的副市长也提过不同意见，但是呢，我还是坚持，发展是业绩，保护也是业绩，但是发展是险绩，保护是前绩。所以我还是力推把二期能够批下来。王勇没有如实向省海洋部门通报凤凰岛一期造成的生态问题，致使二期项目海域使用权顺利获批，又受益市规划局违规出具选址规划意见，让项目得以通过立项审批。
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特事特办加快推进，使得凤凰岛二期项目于2014年4月启动，2016年主体填海完成。王勇将这视为自己留下的政绩，但实际上他留下的是日后才会显现的严重生态恶化和重大经济损失。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了该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多方面危害，一是造成了三亚湾岸线侵蚀、沙滩退化；二是阻碍了三亚河入海口的通畅，致使污染物积聚，严重污染水体；三是导致三亚湾海域珊瑚礁系统严重破坏。三亚河呢，是三亚市的母亲河，凤凰岛二期填海项目啊，对于环境的破坏呢，包括啊对三亚市民的日常生活啊，都将造成一些啊长期的负面影响。2018年，佟道池被任命为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正值中央要求对凤凰岛进行整改之际，但他的做法却令人费解。他不按要求执行经评估论证的包括拆除凤凰岛连廊在内的组合方案，而是擅自拿出了一个仅采用三亚河口清淤、拓宽河口措施的替代方案，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积极向上级争取不拆除连廊，要保留凤凰岛的完整性。2019年下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到海南督察，佟道池授意有关部门紧急制定拆除凤凰岛连廊的工作方案，但是只是拿来敷衍应付，并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同时授意继续申请实施替代方案。2019年12月，替代方案被省政府明确否定，佟道池仍然明拖暗顶，不做实质整改，连当地不少干部都感到无法理解。一轮提出来，二轮又给你指出来，你还不改，你还反复叫他们整，市委市政府其他的同志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直到后来佟道池的事情出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哦，他跟这个公司有关系。无数案例证明，反常行为背后大多有私心作祟、私利作怪。后来的调查表明，佟道池也不例外。我对凤凰岛呢是觉得这个事涉及到围填海，然后就是地产企业的股东，他肯定想办法接近你，让你能够照顾，对不对？一旦放松一点点，他这个利益集团在侵蚀的时候就非常厉害啊。咱像我们这样，其实也是被利益集团所侵蚀的。凤凰岛二期时间跨度长，投资金额大，整改拆除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去解决，也必然要触碰到多方利益。作为市委书记，本应担当作为，佟道池却畏难情绪严重，想绕着困难走，不愿动真碰硬。在没有认识这个就相关的企业之前哈，我对凤凰岛呢是觉得这个事就是最好不要理他啊，不碰他也好。一个有畏难的情绪，第二个呢就也怕担责任，就希望能够模糊的过关。佟道池本来就打心底里不想整改，企业一拉拢腐蚀，更是彻底被私欲吞噬。结识相关企业股东之后，他迅速从接受对方安排的各种奢华享受，发展到进而收下贵重财物，到案发时已累计收受相关股东2000多万元。有了巨额利益牵扯，佟道池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打折扣、搞变通，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说这个不整改的背后折射了他这个权钱交易，除了是这个应付整改以外，还有一个带有个人目的。2020年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点名批评凤凰岛项目修复治理大打折扣。2020年7月，
生态环境部到凤凰岛调研督查，到这个时候佟道池竟还在受意下属重点介绍替代方案，他的种种反常之举已经引起关注。2020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展开出核，11月1日对他立案审查调查。还是在廉洁的底线上没有守住，导致一步步走得越来越远，所以说是执行这个这两个维护方面是打了折扣的，搞变通了。这是我自己深刻的认识吧，这是发自内心的认识。佟道池和王勇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先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1年10月，法院宣判，王勇收受财物9047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2022年6月，法院宣判，佟道池收受财物2.74亿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梳理总结凤凰岛二期项目反映出的问题，向海南省委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海南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整改要求，尽快拆除违建项目，并对整改落实情况开展持续跟踪和监督。中央纪委领导还带队亲自来督促落实这个工作，我们作为海南省纪委也把它作为抓好政治监督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具体落实，那么就是督促三亚市委扛起主体责任，督促的过程中啊，实行这个督办制度，这个压实责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凤凰岛二期项目全部拆除完成，环境修复工作也在展开。历经波折，这片碧海终于被还给了大自然，还给珊瑚和鱼群，留给子孙后代。这个案子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呢要从政治上看，政治监督就是要着力发现和纠正政治偏差，坚决防范纠正查处，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自觉不坚决的问题，绝不允许各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根本是要防范化解思想涣散、纪律松弛风险，引导督促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悟透党中央大政方针，自觉与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对标对表，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把两个维护真正落到实处。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一个重大部署，它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个重要保证。纪检监察机关啊，要带头践行两个维护，来健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任务分工、监督检查、情况通报、追责问责等制度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呢，要绝不放过，狠抓整改，还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这样才能督促各地各部门以钉钉子精神把党的二十大做出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的呢使党的二十大破坏的蓝图成为现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开展政治监督中，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践行两个维护的一个重要尺度。我们违背了中央的新发展理念，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我现在想起来也很痛心，也很后悔。萧毅，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曾任江西省抚州市委书记。2020年10月，中央巡视组进驻江西省开展巡视期间，收到不少关于他的问题线索。不论是从和干部群众的谈话中，还是从接到的信访件里，都反映出萧毅在抚州主抓的一些项目可能存在背离新发展理念以及借此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问题。巡视组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每轮巡视，中央巡视组都围绕三线一岗去查找发现一些问题。有一次啊，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进行下沉调研，了解情况。负责我们巡视组先后去过三次。巡视组前往抚州实地调研相关项目，调阅大量材料，了解其前期论证过程、决策程序、投资与效果等方方面面情况。经综合研判，巡视组将萧毅的问题线索列为重点了解关注类，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即深入核查，萧毅的问题变得清晰起来。抚州是革命老区，经济相对落后，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艰巨。2015年，萧毅担任市委书记后，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抛诸脑后，主抓的多个项目都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大喜功的问题。我们坚持从政治问题查起，首先查他违背政治纪律、背离两个维护、违背新发展理念的问题。萧毅在抚州开展的各项工作呢，并不是真正的为了抚州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而更多的考虑呢是个人的政绩。位于抚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九牧集团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是干部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项目之一。萧毅在任期间将这家企业奉为抚州市数字经济产业的一张名片，对外宣扬它是搞大数据云计算的高新科技公司。然而萧毅其实明知这张名片严重名不符实，该企业真正从事的是虚拟货币计算生产业务，俗称挖矿，也就是在互联网上挖掘虚拟货币。我知道他会挖矿，他进来的时候，但是2018年虚拟货币下跌，他就给我说他要转型。2019年虚拟货币又上去，他基本上就没有按照他说的转型，他就一门心思在挖矿。我也告诉他了，就是我们公司是有挖矿业务的，数字经济的话需要这样的一个成果来当做一个政绩吧，我们需要一张名片，抚州也需要一张名片。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并带来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和电子垃圾生成，高耗能高排放的同时，对解决就业、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度却很低。此外，虚拟货币也有可能成为一些非法交易逃避监管的工具，还有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然而，这样一家企业却竟然得到萧毅的包庇甚至力捧。萧毅呢，要求林庆新把自己的企业呢，要伪装成一个大数据企业，掩盖了林庆新这企业实质上是一个挖矿企业。它只能造成环境污染，创造出来的财富完全归林庆新个人所有，可以说不光它不是一个符合新发展理念的一个企业，反而正是违反了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仗，少打小算盘算小仗。然而萧毅和抚州市一些领导干部却仍然算的是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小账，没有把心思真正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上。说实话的，狭义的这种保护这个地方企业的思想，开发区这个地方能交那么多税的企业真的很少。除了地方利益，甚至有些人还有个人利益掺杂其中，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一些领导干部还和林庆新的企业形成了这种挖矿利益的共同体，他向抚州的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高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那主动提供了矿机的租赁，包括托管这样一些服务，那相当于只支付一些钱，他就能获得比特币的挖矿的收益。林庆星也曾不止一次向萧毅表态，暗示未来会回报他的支持。我也跟他讲过，我觉得官员和这个叫企业家之间啊，是否是朋友，对吧？就在退休之后啊，才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也愿意去报答你。从2018年开始，国家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引导挖矿企业有序退出，之后进一步明令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萧毅对国家政策十分明了，却仍心怀侥幸，妄图瞒天过海，授意林庆新公司在有人来参观检查时表演一些其他业务。他会说你要过来不要讲挖矿的事情，会交代我矿机都那个叫换个操作系统，那不就运行那个叫人工智能了吗？那就切换个程序不就好了，就像你运行 QQ 的关了运行微信不就好了。创世纪公司约有160,000台矿机每天运行，从2017年到2020年，这一家公司的用电量就占到抚州全市用电总量的10%。为掩盖真实情况，萧毅授意有关部门虚构统计专报和调整用电分类。他还违规要求为该公司提供财政补贴，违规推动政府机关为该公司提供担保、贷款等融资支持达24亿余元人民币，帮助该公司在高新区新建了数据中心大楼。给了土地资源，给了财政补贴，给了资金上的信贷、资金上的支持，动员一些资源去支持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这个给国家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现在想起来也很痛心。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以临川四梦为代表作的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文化名人。抚州人形容自己的家乡是一座有梦有戏的城市。然而萧毅主政抚州期间做的却是自己虚幻的政绩梦，也因此才上演了支持挖矿企业的荒唐戏。而这样的戏还不止这一出。这个大都是大城以前剩下来的，这个大概有几百辆嘛，好多哎。但是最后它销售量不太好，后面是不是停掉停产了？大城汽车科技产业园是萧毅决策兴建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如今也是一片寂静，只剩下一名保安人员看守着大量未完成的汽车。萧毅提出打造抚州汽车梦的这样一个口号，2017年上半年呢，萧毅不顾抚州当时的实际情况，盲目举债，盲目决策，投资呢30多亿元，建成了相关的汽车产业园。但是因为他们生产的是传统的
燃油车，本身品牌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那么生产了几千台以后呢就停产了，造成投产即停产。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出台了一系列从严调控燃油车产能的政策。然而，效益却未经充分调研论证，就上马了这个计划年产20万辆整车的项目。园区2018年启动建设，2019年3月投产，9月就宣告停产。市场的不买账证明了萧毅的福州汽车梦只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梦。好大喜功，实际上还是没有领会好新发展理念的思想。这生产了一年吧就停产了，那么多工人，1000多号工人吧，面临着失业，投下去的20多亿资金怎么办？现在看来都造成了损失。除了违纪问题，萧毅还被查出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工程承揽、项目开发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上亿元。2021年12月，其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1月，以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提起公诉，法庭将择期审理。针对萧毅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纪检监察建议，江西省扎实推进整改，督促福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取得明显成效。2022年第一季度，福州市多项经济发展指标在全省排位前一，而能耗较上年同期下降2.9%。汽车产业园将燃油车生产线改造为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已经开始接到生产订单。萧毅给福州遗留的问题在逐步有序化解中。我是福州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福州人民。组织上委派我到福州去当市委书记，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脱贫，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因为我扭曲的政绩观，把自己的所谓的政绩摆到了人民的利益之前，所以才会这么蛮干乱干，导致这么重大的损失。我要向福州人民忏悔。党的20大报告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抓住落实责任这个牛鼻子，体现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一把手是党政班子的班长，也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领头雁。好的一把手能真正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但一把手出问题也危害甚大，容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严重损害所在地区和部门的政治生态，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一把手啊，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岗位重要，所以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呢，有着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确实也存在监督的难点。难呢就难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呢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监督管理啊虚化弱化。所以党的20大强调呢，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这个就抓住了监督工作的关键和要害。贯彻党的20大精神，要将一把手作为开展政治监督的重点，强化对党忠诚，践行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等情况的监督。这是对政治监督内涵的集中概括，也是开展政治监督的主要着力点。甘肃省镇原县属于陕甘宁革命老区，位于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由于区位偏僻，交通不便，干旱缺水，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底才宣布摘帽脱贫，是甘肃省最后一个脱贫的县。曾在这里多年担任一把手的李崇轩，2021年3月被甘肃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兼任一把手的话，我觉得权力还是比较大的，招的人也多，说好话的供应的人也多，这个确实还是自己这个思想不过关，价值观、世界观出了问题。李崇轩从2009年到2020年历任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县长、县委书记。为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问题，近年来甘肃省多措并举，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强调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加强纪检监察专责监督，在日常监督、信访举报、巡视巡查、审查调查中紧盯一把手，切实把一把手监督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从多条渠道都收到有关李崇轩的问题反映，省纪委监委就此三次对他进行了谈话函询。省一级的对这个层面的领导干部的这个关注，包括平时的监督就比较多，所以从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案件线索也比较多，对他的有关问题、违纪违规的一些问题线索进行了约谈，包括函询。但是可惜的是，李崇轩呢，还是自以为是，执迷不悟，那么这个隐瞒欺骗组织，那么没有珍惜自我投案向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的这么一个机会。李崇轩对于三次谈话函询的问题都予以否认，但省纪委监委并没有就此止步，经综合研判认为有必要对他启动初步核查，经初核发现了更多违纪违法问题和相关证据，最终将他留置。后来呢，经过我们立案审查调查呢，实际上三次谈话函询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查证属实的，他的主要的这个违纪违法和受贿事实呢，都是发生在镇原县任党政一把手期间的。李崇轩主政镇原的十多年，正值国家和省级扶持力度逐年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加速的时期，本应抓住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带领干部群众谋划发展、摆脱贫困。然而他重点谋划的却是自己和亲属的利益。他上任后主抓的首个重大工程是新建镇原第二中学，这也就成为他首个收受巨额贿赂的项目。请托他的人是另一个县级一把手华池县县长张万福，他也于2017年被查处。张万福是镇原人，我正好到镇原当了县长，他到华池当县长，明确提出来就要关照他弟弟进一步发展，那然后要说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县上大的一些工程。和李崇轩打过招呼后，张万福的弟弟张万寿很快就带着一个水果包装箱登门拜访李崇轩，里面不是水果，而是100万元现金。他说他知道了，你是管事长，开报名就对了。我报名嘛，报名就中标了，就坐着。给这个主管的铺门或者分管的副主任安排。给个电话，就是这样子。这个一般情况下，就给县长给铺门打了招呼，这个都能竞争上。
镇原二中项目仅仅是个开端。事实上，李崇轩和张万福商定了一个长远合作计划。李崇轩也有个弟弟，名叫李崇刚，也向哥哥提出想做点工程。于是，李崇轩兄弟和张万福兄弟结成了一张特殊的利益网，两个一把手在各自辖区内相互关照，帮对方的弟弟承揽工程。张万福的弟弟刚拿到镇原二中项目，李崇轩的弟弟就拿到了华池县职业中专综合实验楼项目。这边张万福的弟弟中标了镇原县一条城市道路建设项目，那边李崇轩的弟弟就中标了华池县一个职工安居楼项目。双方你来我往，通过这种异地交换，避人耳目。在镇原这边，我干这个项目的话，社会反响比较大吧，不太好。当时这样考虑，到那边干比较目标比较小一点。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县一把手互相照顾对方弟弟的事情，不久就传了出去，释放出的恶劣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华池，我有几个朋友，就说是。他弟弟在华池干着呢，那个张万福的弟弟在镇原干着呢。有的人自己心里想说，说就像说咱们没那个胳膊，对不对？反正你没有熟人，没有关系，你拿不上。张创奇是镇原县做工程的老板之一，听说这件事后，他开始托关系向李崇轩行贿多次，共计185万元，也拿到了滨河路建设、教育局大楼等多个工程。从2009年到2013年是李崇轩收受贿赂的高峰期。当时，镇原县河道治理、水利建设、安居工程、汽车客运站、城乡道路等多个政府投资类项目中，他都打招呼、下指令、强行干预，使得正常决策和招投标程序被架空。他权力任性的背后，也反映出当时对一把手监督的严重缺失。他自身的这种独断专行、监督的缺失，班子成员这个提醒的不到位，造成了他在当地飞扬跋扈。一是决策一言堂，破坏民主集中制，那么独断专行、个人拍板。二是用人一句话，也就是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三是花钱一支笔，也就是随意挥霍公款，这个公私不分，耸公肥私。四是项目一把抓，也就是在项目的审批上大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一把手如果失去监督制约，带来的恶果是方方面面的。李崇轩靠一言堂推进的一些项目，不顾实际情况，不听民生民意，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资金浪费和经济损失，也直接侵害了群众利益。全县大规模苹果栽植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就这几颗了。就剩这几颗了。叶子上都是眼儿，这都是叶子上都积的层了嘛，层吃成的，看窟窿啊，差不多成了。旺旺的，那果长不大和这有关系吗？跟那有关什么呢？就是橙子，你像一吃，把这水分都吸收了嘛，你看都长成奇形怪状的。这还会再长大吗？这都长不了多大的了，这大三叉了，还大不出差不多。2009年到2013年，李崇轩在全县强行连片推进苹果栽植项目，甚至一些地方迫使农民铲除小麦青苗，改种苹果。轰轰烈烈大规模栽种后，没有后续跟踪管理和技术扶持，农户遭遇病虫害、技术不足、水源缺乏等种种困难，致使全县投资1000多万元栽下的8万多亩苹果树砍的砍、烧的烧，如今只剩不到1/10。曾经连片栽植的村庄，如今只剩下零星几棵苹果树。
这个政绩观念发生了偏离，不正确。知为上不为实，就是搞这个观摩示范点要连篇记录，就这样，还是在一种错误的导向之下，啊，做出了这种过激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位于开边镇的农业示范园区是另一个失败的政绩工程。2012年，李崇轩拍板选址在这里兴建这一项目，首先考虑的是方便上级领导检查。为什么说政绩工程呢？这个地方地处这个镇原县的一个交通要道，实际上就是在他当初的考虑，就是上级检查路过的时候都能看得见。在建设标准上，李崇轩脱离当地实际，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在公路沿线流转土地500亩，投入财政资金近1000万元，新建200多座温室和钢架大棚。结果建成后，很少有人来承包经营，只能强压给镇政府和村委会接手维持，供上级检查。到如今，园区蒿草丛生，大部分设施破败闲置，好好的土地常年荒废，让当地农户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2017年以后，这个摊子基本是从这个样子了。成个烂摊子了，也租金也不好好给了。这原来都是防水地，水浇地嘛。原来我们这地就是，它不行，就是种小米，它6-7百斤小米还是有保障的。打上500斤小米，现在就是黄着呢。那咋能不心疼呢？这地我们都种了多少年了，你再心疼也没办法，也没办法，有啥办法呢？一把手一旦蜕变成一把手，必然导致滥用权力，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这已经被无数案例反复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把手监督仍然是监督工作的难点，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把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强化责任追究，持续释放有责必问、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我们贯彻落实党的20大决策部署啊，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突出对关键少数的有效监督，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督促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20大做出的重大部署，涉及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每一项都与14亿人民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关，每一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使命。而全体党员也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每个人的工作与奋斗共同创造中国更美好的今天和明天。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一些领导干部将作风问题视为小事小节，最终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没有按照这个的法律规定来办，回想起来确实也是教训深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
江西积水诸多民生问题亟待解决，有些领导干部却不顾实际，大搞形式主义，留下沉痛教训。好大喜功，也有时追求高大上，也是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面子工程。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同根同源，互为表里。党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净化同学圈、朋友圈，要涵养良好家风。有的领导干部却仍然不放在心上，逐渐由风及腐，再想回头，为时已晚。后悔的就是我法纪的观念的这种淡薄，不应该出这种错误。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永远吹冲锋号第三集《铁规矩硬杠杠》，敬请关注。